己，然后线上对圈圈祝福的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圈。其实我觉得非常荣幸，就是我有一个好姐妹，这么的优秀，然后又这么的红。那我希望呢，她除了输给大麦之外呢，她的人气也可以越来越旺。耶、yeah! ！好，再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佩佩之友的果果。那很荣幸，就是加入的第一年，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么大的活动，然后感谢萱萱学姐平常的照顾，就她也是一个真的很努力的人，然后希望她可以越来越好，然后希望大家帮她在各大书局全部。学姐圈圈的写真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然后希望你们就是可以就是杜绝购买其他来的不明的写真书，大家一起再支持正版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谢谢大家。真的太好了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圈 Sister 的晴儿。这么优秀，然后的圈圈，然后也谢谢他平常对我们照顾，然后也希望呢大家写真书不止买一本两本，家里放一百本都没有问题了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要照惯例哦，来那麦克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是飞雪集团，谢谢，好，我们请都可以看到最大的露出，好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要稍微花一点时间停留一下，谢谢。好，来这边这边，最后五秒钟哦，我们大家把握一下时间哈，大家加油，把握一下时间。好，在这边哦，因为关姐都没有办法拍照，我也好想拍照，所以如果你有捕捉到很好的镜头的，今天要再私讯粉专给我，好不好？我要办摄影大赛。很好，剪刀脚最漂亮了，你看那个真的修长的双腿。今天有没有发现圈圈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开场我们要拿彩球？因为彩球是我们的球场精神。虽然他穿这么 lady， 我还是让他来彩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圈圈。大家呢来这个分享一下，因为很多人很支持圈圈，但是还是有人不会发这个音哦。山君来证明一下，合群的群一声圈圈好吗？所以一定要跟你身边的朋友分享，说我喜欢的那个女神叫圈圈。来，圈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天啊写真书嘛。好，来完整的跟大家介绍，这是你的这个跟团队呕心沥血之作。我的写真书呢，这一次就是特别到北海道拍摄，因为我之前在筹备的时候有稍微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就是台湾的写真书比较少有雪景，所以就想说可以做一个突破。真的？对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的主题主要是要表达纯净洁白，是，就是搭上了雪景，就白色的雪景。了解。所以会呈现雪真的很冷吗？是超级无敌冷。哦，所以不是一般冷，是超冷。可是你的脸完全看不出来耶，怎么克服的？就是你要想着我现在很温暖，要催眠自己。但是其实那个雪地，因为其实你们有看书的话，应该有看到书里面有一些照片是坐在地上。哦，就是当时其实我的大腿跟我的屁屁是已经没有知觉了，屁屁也冻僵了。对，就是你那样戳它，它是就是你感觉不到别人的。Hello， 对，就很冷。哇，真的很厉害，我相信大家。开我们的写真就觉得哇，圈圈好自然啊，好甜美。但是这就是来自于圈圈的努力，他愿意为你们努力，他愿意为你们忍耐，他愿意为你们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。所以给你一分钟，把你心中想对大家说的话用一分钟讲出来。哇，一分钟好长哦。就是现场其实有很多从可能我还没加入跟我刚加入啦，对，就一直跟着我到现在的球迷，还有可能不是球迷但是为了我来球场的粉丝，那我就是很感谢大家从我
从我什么都不会，就是不会跳舞，然后也不懂棒球，然后也不太会表达自己，然后一直陪着我一路上到现在。那未来我也希望就是自己可以学习更多的东西，然后表现给你们看，就是做最好最好的表演呈现给大家，谢谢。那小猪呢，是君君呢在外景节目遇到的一个好姐妹。那君君刚开始进入演艺圈的时候谁都不认识，但是呢小猪呢一直给她满满的照顾跟满满的打气，所以呢成为呢君君的好姐妹。在这边呢，当然身为经纪人呢，我也特别谢谢小猪呢，让在完全陌生的一个环境里呢，让君君可以很安心。来，右手边，右手边，好，最后中间，最后中间一个镜头，3、2、1，好，谢谢，来这边，这边右下，右下，3、2、1，好，谢谢，来工作人员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猪彭慕言。喂，嗨呀呀，谢谢大家挺群群，大家现场应该每个人都有买写真书吧？都成为粉了，有吗？有吗？已经卖到缺货，希望下一次补货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买光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想问一下小猪，你们是在什么样的契机认识？有一个节目让你们这个结下就是好姐妹之缘吗？现在不敢说那个节目，因为被骂很凶，风头上。没有啦，就是综艺玩很大。大家有看柬埔寨吗？其实我觉得我在柬埔寨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一次去的外景是比较长的时间，所以我就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跟圈圈一起旅行的概念。因为很多人都说旅行可以看到一个人适不适合跟你当朋友，然后我因为跟圈圈住在一起，所以我确定他适合当我的朋友。哇，掌声！而且圈超棒，就是因为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很多女艺人其实看到会害怕的东西都会直接说我不要，或者是会哭，就是会有犹豫。但是圈圈差不多犹豫的时间是3秒钟，就说哈是什么？好吧。啊，那你不知道他心中有住一个小男生吗？有，他其实有犹豫3秒，就是哈，然后就马上笑出来，然后吃。其实我觉得非常勇敢哎，然后我觉得很棒，会为你们的女神鼓掌一下。很重要的一个日子，是不是献上最诚挚的祝福，然后给他加油打气，然后呢未来的道路上呢，因为他有很多需要学习的，是不是给他一些建议？我觉得圈圈很棒很完美，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认真做好他自己的事情就非常棒。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很用心在他的每一个工作上，录影就是录影，然后当啦啦队的时候他就是很卖力的加油。因为我上次去看他流超多汗，我现在而且他一直在喝水，他很口渴。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不管做每件事情圈圈都很用心，然后希望大家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来留言，因为你们留言帮圈圈加油他都看得到，然后希望我们未来都可以更好，然后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。来，圈圈讲一下对小猪今天特别，你看这么炎热，他还特别打扮然后赶来现场。对，其实我很感谢小猪，就是特地赶来，因为他其实现在有在忙他自己的戏剧的工作，是，他就特地排了休假的时间，还特地赶来，就是，而且因为在玩很大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没有人跟我一起去，我是自己一个人去，然后我一个人都不认识，对，所以说很感谢他，就是带着我，因为我们有一起睡，然后他会带着我，可能就是当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时候，他也会辅助我，所以我其实很感谢他。对，就像是生活的启蒙老师一下，来麦克风给我，因为刚刚有被花阻挡了，那现在两个人抱一下，哇，真的，这两位超级大美女抱在一起，这个画面太美丽了哈，来看前方，前方哈，这个拥抱的画面，3、2、1，来右手边，右手边。3、2、1，来左手边，左手边，3、2、1，好，谢谢小猪，太棒了，谢谢。我知道约吃饭嘛，对不对？其他两个常常约吃饭，真的是小甜心，谢谢小猪，谢谢。